天的嘛，昨天的嘛。这个一定要骂。哇！哇！这个厉害，真厉害！这简直就比丹凤还牛逼。这个不是人来的吗？我操！哇哇！熄火了！哇！干活上去了！我操！我操！干了！不行！完了！完了！啊！怎么？把他绑住！谁的手机啊？我操！哇！他是为了妈的就开饭，咱这光了就开饭，哇！咱这算了，哎，好喜呀，好喜呀！操他妈个逼！那单车不是？开开门！我的妈呀！开开门！我准备在这上班呢。哇！操！受到了，受到了。俺上吧，快点！等下柜台他妈的。俺上吧。我操他妈！哇，这个他妈不是假的，对啊，突然被他妈的电梯击晕到，假的，我哇，改成这个白色气了，我靠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操，树叶子好不容易长齐了，他妈树叶子。是冰雹，冰雹，真的，是冰雹，你看，冰雹，哇，那他脚垫没有了，我操他妈个逼啊！天灾真的吗？天灾，天灾，天灾啊！你信啊？你让你买手机啊？看，老板，你今天晚上他妈的吃多少能花掉我这一车？天灾啊他妈的！哇，那你这个掉的都是他的水平，那冰雹啊，冰雹啊，天灾他妈的！不是高冰雹。我操！你看树叶子他妈全部掉了，操！他妈的，你原来树叶子都没有了，我操！冰雹了，路线路线。大林哥他妈的，路线了。我快冬天感冒真的，我他妈的地震，你不是闹着玩的？哎，这个可以录多少秒啊？没事，那上吧。没柜台位，柜台位进水了。柜台位进水了。没有。塞住，塞住。我操！把树叶子全部吹掉了。我操！真的是冰雹，这1000%是冰雹。